我把那个之前哦，在 Python 里面的某个专案，应该还有印象吧？最早我们是请输入年龄，那我输入一个年龄之后，他给我一个结果，哎，18岁哦，18岁的青年没错哦。然后，但是如果说我今天30岁的话，哎，还是青年啊。如果说，比如我输入60岁，哎，就壮年。OK，那如果说希望把现在哈 input 的部分。那把它改在哪里呢？改在我们的 web 上面，网站上面，也就类似像这样。我第一个执行它，然后呢，我一样输入一个什么，这个多一个 ULS，啊，然后这 ULS 背后一定要有个 views 去控，views 里面一定要有一个function 去控制，就是我第一个要获取到 user 端给我的一个什么呢？一个参数，那么 request 后面也许你多一个什么 h 的一个变数哈。然后它接收到，但是过来的话一定跟 input 一样是一个字串，那你要转型，转型完之后呢，比如说假设我换一下30岁，enter 的话呢，哎，你要出现什么？你输入的年龄，哎，这个地方要能够怎样？先把它输入的年龄秀到这边来，并且呢，要把后面这个讯息呢，哎，动态的去丢这个结果，OK 哦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要怎么做啦？基本上。也许慢慢你也可以就是整理出一套标准化流程嘛，反正不外乎第一个，如果这里面没有图，也没有 CS 的样式的话，那基本上哦就跟我们之前 Hello 一啊 Hello 二一样，第一个，所以你其实将来如果不会的话，你就参考 Hello 二做就是的那个模式嘛，哦，所以第一个的话，也许哈，哦，我们要增加这个的话，那第一个我需要还是一样一。请你先在哪边呢？哈，我这边直接来看啊，先在 Views 里面，Views 里面的话呢，我必须要在 Hello 4的下面再多增加一个什么？多增加一个 function，这个 function 名称呢，也许我叫 edge 好了，OK。那 edge 后面的话，当然哈，一定要有个 request，这个固定的，所以也许你可以拿那个什么，拿这个来参考嘛，有没有 Hello 2嘛？那一定要带一个后面。带一个参数，不过这个参数的话呢，之前是带它的名字，啊，现在的话是带它的年纪，哎，它几岁，所以我把它改一个名称吧，也就叫 age in。那 age in 带过来之后的话呢，我必须要怎么样？一定记得哦，因为它带过来的东西一样，也是一样是个字串，所以 URL 带过来会是一个字串，就是可能输入19，它会前后又帮你加这个了。那怎么办？你要把它转型。那你比如说加一个那个 in 那个 int 嘛，或者是说你再加一个 evalue 也可以，那把19哎转型过来就变19，OK 哈，然后呢让它去判断，那判断部分的话呢哈，我这边呢就多一个变数了，叫 hr，OK 啊，之前我们是直接 print，之前我们写的是直接在这边就把它 print 出去嘛，有没有 print 出去？那不过这里的话，因为哈我将来要串接，因为我后面还除了说有这个东西之外。那我还有前面需要有一个叙述嘛？哦，你输入的年龄，哎，是几岁？后面的话呢，把这个青年把它串到后面，所以呢，我就把这个先丢到一个变数里面。好，哦，这个变数的话呢，哦，我是把它叫做 age out 好了。这个 age out 哈，哦，里面的话呢，就是把哎，它到底是成年未成年，先把它丢到 age out。所以最后的结果一定会有个 age out，就是它到底是哪，就是它是未成年还是其他的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再把这个结果丢到一个 edge 点 html 里面去秀，啊，这个 edge 点 html 里面的话呢，当然我一定还是要产生一个什么 edge，这个在哪边呢？在我们 templates 里面会有个 edge html。那不过开的话哦，记得就不要点两下，点两下用浏览器开。那我们用什么？用那个按右键哈，用那个 text editor 好了，OK，把它开一下。那接下来的话呢，我就直接在里面。丢两个东西，h out 就是我刚刚的那个有没有？哎，我刚刚输出的东西，我可以丢到这边来。啊，另外的话，h in 的话就是它输入年纪，啊，将来显示出来哈，哎，去看到结果就刚刚各位。啊，如果你将来这边要在底下再加一张图了，比如说如果他是你那个未成年，你就秀一个 baby 的照片。啊，如果青年的话，你就秀一个可能相对是比较强壮的哈，一个猛男的照片。啊，或者是壮年的话。可能就是个大叔的照片，那老年人的话，也许你就会找一张可能相对年纪哈比较老的。不过这边因为没有判断性别啦，所以如果你如果角要变化的话，也许你可以再多一个条件，就是他的年纪。
哎，到底他年纪是几岁？OK 哈，那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多一个这个 edge 的写法，好，然后把之前的部分呢稍微再改一下。那但是跟各位讲一下啊，这个部分的话，你除了用那个 template 之外的话，其实另外一种写法，如果你不要丢一个这个的话，其实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哦，就是你可以用什么？用那个直接把它什么，这个 return 一个什么呢？return response，就是你如果不用丢网页的话啊，其实另外一招呢，你可以怎么样，把它丢什么？return 一个什么呢？哎，HTTP response，后面的话呢，你就什么？因为我要的最后的结果是这个嘛，哈，那你就是你，哎，就是这样，就是里面的话，也许就是再把这个，如果我要输出 response 这一串啊，这个文字，但是这个文字里面的话有两个变数，一个是这一个，一个是这一个，所以你可以怎么样把这个东西切开来，加一个什么呢？加一个这个 edge in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个 edge in，把它怎么样丢到这边来？那这边的话呢，哈，我要显示的是它到底是青年、老年、壮年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再把什么 edge out 呢串到后面。OK，好，其实用这样的方式哈，去输出哈，其实结果也会 OK 哦。但是会有个问题啦，如果我假设把它改成这样好了，OK，我看一下，应该这样也可以。比如说把它改成35岁，改个60好了，Enter。哎，这边可能会有 type a 哦，这边要转型一下，h 哦啊，因为 h in 已经被转成 int，所以如果你要输出的话，这边要先转 string，好，所以这边的话一样要把它转成 string，然后再把它做输出。那利用这样的方式，实际上也 OK 啊，这边是字串这个不用转型，啊，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，其实也 OK，不过会有比较另外一个问题说那个。啊，那可是问题是太小了吧？啊，没有关系，我前面讲过嘛。如果你不要用那个刚刚的 template 啊，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对吧？加一个 h1 也可以啦，有没有？你就直接，但是你丢的时候，你变成要把那个标签 HTML 夹杂在这个里面就 OK 了。OK，所以你比如说我这边后面再串一个嘛，那个。一个结束的H1 就标题一嘛，哈，然后把这个 H1，也就这一串呢，我全部呢都用那个标题一，另外你说那个什么开头 HTTP 啊，跟 body 那个要不要？其实没有没关系啦，反正它那个一个网页的结构啊，它现在的 browser 啊还蛮人性化的，你没加它也可以算你过关。哦，我们来试一下，比如说加这个之后的话。哎，再把它重新 refresh 一下，哎，这样有没有？哎，不是也 OK 吗？所以哪个方法好？反正你习惯哪个方法，或者你要视情况。像这个如果是简单的输出，那你用 response 就好，你干嘛还要再多一个 templates？因为 templates 你还要再做一个网页嘛，对不对？你等于是多一个工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这个网页是非常复杂的话，那你一定要用 templates。如果你用这个输出的话，哇，天哪！这个的话，可能要丢一大堆那个标签在这边，啊，所以你可能要视情况决定你要用哪一种方式会最简单。啊，那如果说你简单，一般在练习的时候啦，说真的，这个方法就够了，绰绰有余了。啊，不过这个方法比较适合是那个简单输出的哦，简单的输出啊，如果太复杂的输出，我还倒不建议你用这个方法，你可能要用 templates 啊。所以这里的话，主要是。把那个前面 hello 一、hello 二跟 hello 三啊做一个变化题，就是我希望能够在网页上面看一下，你输入的是 edge in 及 edge out，OK，好，请各位试一下哦，这个应该没问题吧？哈，这个如果而且这些要非常熟悉啊，因为以后用来用去，反正你跟客户端之间沟通啊，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沟通的问题，OK，来，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。啊，如果你这些都通的话，我跟各位讲哈，今天无论你将来是用 Django 或者你用其他的语言，其实概念都一样，啊，就是要解决怎么样？解决你要如何取得使用者给你的资料。第二个是你把使用者就 user 端的给你的资料哈，处理完在哪里处理，在 server 上处理完之后。
如何再丢回去给他看到他要的结果，他不外乎就这样而已啦。他用最多就是他会丢一个需求，比如说查询哈，他要查啊，比如说你要订票嘛，啊，订票你要先知道说，哎，这一天哈有哪些航班，哪些有没有车次啦，OK 哈，那不就把它列出来，所以他一定会丢一个需求，然后你就针对他要查询的范围给他资料嘛，啊，所以他实际上 server 就去资料库抓东西丢给他，哎，不就是类似，只是说呢，未来应用还是会有一个 database 啊，好，啊，前面我们有讲过，讲到那个 SQLite，也许把前面的 SQLite 东西，也许再把它跟 Django 结合，啊，其实就大概也够用了哈，啊，顶多就是如果他今天要订票的话，那不就怎么样，不就 insert into 啊，要确定说这个订单成立的话，那 insert into 一笔订单到 database，确定说啊，你这个票已经买了，然后并且再把那个位置 update 去状态把它 update 掉啊，这个位置已经卖掉了，所以将来呢，以后你到柜台去查就查不到这个位置，他不能再把这个位置再卖给别人了。OK，哎，不就是这样嘛哈，所以订票系统或者是其他的哈电子商务等等啊，其实用来用去，大体上哦也大概就是这样，顶多就是说它外观再把它弄漂亮一点嘛，那么图一定要有个图嘛，一定要有一个CSS 让它变得外观漂亮一点点。那至于说背后用哪个技术啊，一般也不是老板，也不是一般 user 端会在乎的。哦，而我们现在是为什么用 Django？因为 Django 实在是太方便，程式也很简单，逻辑也非常清楚。哦，因为我用过的这相关的技术太多种了，没看到这个叫哇，简直是。感觉哇，真的是太简单，因为以前如果你写过用过其他的语言来写啊，你看，实在是这样子的话来 run 一些一般工作上用的一些这个表单啊或者需求的话，哇，太简单了吧，两下就做完了。OK，以前的话你要弄一个这种东西的话哦，哇，一定要装一堆有的没的，然后又要花很多力气才有办法把这个做完，那现在不用了。资料就 OK 了，甚至你以后要做报表、秀东西也没有问题，而且 Python support 的东西又那么多，你要把它弄成很漂亮的视觉化的报表哈，那简直是太容易的事情了。好，OK，所以这个地方我还蛮推荐各位哈，可以把这个东西好好学。那 Django 目前跟各位讲哦，它因为它还正在发展当中。而且要怎么样架设这个 Django 的环境啦？怎么去使用这个 Django 的环境？其实还正在大家还在正在摸索啦，哦，应该可以这么讲。所以大部分真的没有所谓的标准的流程。那这个方法是我自己整理出来的一套方法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说真的，我花太多时间了。我刚开始也是摸好久啊，也遇到非常多挫折。有时候光一个问题可以卡好几天呢。哦，可是要上课了，刚好有开了这个课，怎么办？就是要把它问题给解决出来，啊，否则的话呢，这怎么 run？没有答案了，也没有人告诉我，我可以问谁呢？对，我难道写信给 Django 那个的那个那个版主，跟他讲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，也许他也不知道。哦，没有，我们反正我们那边，哎，这个是 free 的，自由软体，自由意思是说，哦，你不付钱嘛，你也没有付任何半毛钱，那我也没有义务要告诉你什么，也许我们可以讨论。讨论就是我大概也许知道你的问题在哪，但是我也不确定说要怎么帮你解决的意思啊，所以其实这些东西都正在进行当中哦，所以有问题是正常的，OK，所以如果没有问题，表示你没有去 run 它了，你一 run 你会发现问题一箩筐啊，但是我们就是价值就是说你要 run 完之后，你把答案找出来，并且可以找出一套相对合理的解决方案。OK，好，那这一套就是你的东西了，哦，谁也带不走。好，这里的话，请各位试一下，这个部分哦。OK，Hello，对，Hello 一到四，好，如果你不熟的话，可以复习一下。再来就是 Edge 部分，另外的话就再改一个 BMI，BMI 部分也可以试试看，哦。